武德元年早有传闻，隋帝在前朝宫中圈养了七个杀手，名唤天朝死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嗜血成性。只是这些年，他们早已隐居民间了。不过，他就是天朝死士。 为孝敬天地，携太子、秦王、齐王等皇子同往。陛下此举感天动地。三姐，我会给你报仇的，让他们给你陪葬。